你看这个白肥很漂亮，我也喜欢，我也喜欢这个白肥。白肥哈，我真的跟你讲，在五年前玫瑰金炒的不得了，这也是你设计的、啊。嗯，这个不是，这是我那时候才刚开始喜欢白肥的时候买，我觉得我有点买贵了。你买多少？我买80000，在百货公司买的。是百货公司，对，几年前，大概5年前是五年前，五年前白肥老实说已经涨价了吧？对，是好，可是很漂亮，大概已经是最凶的时候了啊、哦。对，我可是我买来后来觉得我好像买贵了，因为我曾经看到，秦老板记不记得有人、他就是很会收白肥，刚开始弄10几年前、20年前买一颗，可能2-3千块，没有买一堆吓死人。以前的人是买一包，一包十几颗。然后他后来哈，他一颗再买2-3千，然后卖一颗2-3万、2-3万，哎，他每天这些年来的生活费就都有了，很可怕。这是20多年前白肥，反正我这个也是拿出来。这白肥以前是当做赠送。嗯，对啊，对，买手镯送白翡坠子，以前是这样哈。对，这个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也是评估一下。对，OK，请估价，来45000。恭喜你，没关系，我还是赞助淡如姐，对，还是很漂亮，还不错，这四万五，漂亮啊，这我会买，四万五我会买。好，来下面，哇，这个这么绿的玉石，这个颜色，这有点。这有点像比色石了，对呀、啊，有点。我就是觉得它可以拿来当我的比色石，可是它有一点贵，我最近买的。像糖果啊，那颜色就很漂亮，颜色漂亮哦。它就是漂亮成这样，小成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光裸石一个要差不多10万，我还是狠下心把它买了。然后你自己为了要设计一个，把它镶起来这样子。对啊，哦，这就是小了点。哎，最近真的翡翠是不是涨了、啊？我觉得慢慢开始这个苏醒了。我觉得你去年就开始跟我们说，其实你看翡翠现在虽然价格跌到这些年的低点，但你觉得它会慢慢醒来。其实你说后没多久，缅甸的公盘就那个连坏的东西都翻倍。我的目光焦点在什么地方？什么？在没货。你说啊，跌也好，涨也好，都没关系。手上没货、啊，全凭一张嘴胡说八道。可是没有东西。对。啊，你说好货坏货都没有，这样。真的好的东西真的拿出来以后，才会觉得哇叹为观止，可是那个价钱就天价了。是，不过你看现在中国也是变成很奇怪，经济也不是很好，满地都是钱，然后没货。没有说要涨啦，对，我最近买了好多好多绿绿哎。贵妇好，对，我最近就是想说要涨了，我就是买了好多，而且都是裸石。哎呦，买很多裸石。对，来。但要买像买这种的哦，要这种的。我要对它要非常好，因为以后它即将是我们最大的出货者。来，真的，来，好 ，OK， 请估价85000元。好，恭喜你，好吧。虽然好像听起来有点赔，对，有点赔，不过没关系，可是很漂亮。对，我还是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喜欢就好，价格不是问题，对，开心嘛，而且颜色又漂亮，我宁愿选小的绿的。我这边哈有一个建议，来，你看这三件都我的设计了，我知道，不是建议你的设计，是一个发想，就是说我们今天同样是这三件，都是一个小组件，那这个小组件的话，再怎么看，人家都会从原物料开始看，然后几颗钻石就开始算。对，可是当你把这三件小东西把它组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想想看，像这样的款式，三件组合在一起的款式，戴在手上的时候，尤其是戴在食指的时候，那这样走秀出去，这一个要喊多少钱？多少？我不知道，至少，但是那5000万拍的话，相公呢？我们要把相公跟没有工钱放在这个工钱的话，你想想看，这个钻石没有花多少，因为它怎样，它是都是用大概5分，好。我比如说8分、5分、4分、3分的小圆钻，然后堆叠，用堆叠的方式，再过来的话，最外面放射状是用 Marquis 来镶。那 Marquis 的话，你用小颗一点，用15分的就好了。这边也没几颗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颗而已。11颗 Marquis 起来的话，一克拉多，
没多少钱，那个台子没多少钱，但是你的起拍价就会变得高，身价就翻几倍了。好，来我们来看一个，哇，你看看大气的不得了，真的是想开了。而且这个是我买裸石也是自己设计的，对，我自己说啊，我就说我们自己的，你这个台也花了多少钱？平台我每个都很喜欢，台子花了大概快5万吧。哇，我觉得贵妇本身就是买东西，然后她也不在乎这个赚赔，她就是要自己设计。对对对对，然后每一个完成的时候有一种成就。对，成就感。蛋面的总水颜色都不错，就是匀度、均匀度不大合适啊。不过这个是鸡蛋挑骨头了，可是要很好的话就很恐怖。来，是是，来，对呀，估一下。OK， 请估价，45万元。恭喜您，对呀，对呀，来，什么叫设计呢？设计的话就是第一个，比如说像这个蛋面，我们要去看这个蛋面的石头上的总水色长得怎么样。它需不需要有更多的光源进入来衬出它的一个那个水头？如果它需要的时候，那你底部的那个这个蛋面的底部哈，那个 K 金的平面，你是要做平的还是做一个碗？而且这个碗呢，你必须要跟这个蛋面底部的那个它的凹凸是一致的。它必须要一致的。再过来的时候，就是你这个碗。有这样的深度的时候，这个蛋面做下去，它是整个做重叠的。那重叠了之后，会不会透光呢？如果你的种比较好的时候，从上面的阳光穿透下去的时候，它会透光的。是会透光。可是怎么样？它的透光性会好吗？不会增加太多，它可能只有增加8%的透光率而已。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呢？我告诉你，垫高一点，垫高一点点，让它中间有空隙的意思吗？对，让它中间有空隙。所以其实你现在在教我们基本的技术，看石头设计的理论，对，不是每一样都要搞得很复杂，而是哎，你要会教那个师傅。因为你在设计的，你在设计的当下，你必须要先了解它的本质。石头的，所以你现在垫高了之后，垫高了之后，只不过是底部的这一个碗跟这个剖面。只是垫高而已哦，但是你侧边要不要让光线进入？如果它需要有旁边的光线进入的时候，你在这四只脚，我告诉你，它的开口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说，要看依这个石头本身的特质，然后去衬托它。当然，就是你等于说你设计上面，你还要让它来加分的意思。我们每一个 model 哈，它各有特色。每一个人的曲线都不一样，你要把它最美的地方展现出来，要遮丑，然后要把它最美的地方展现出来。是是，这才有加分效果。因为我个人我比较喜欢简单，我不喜欢。我们都看出来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把它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包起来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简单的款式才能够看出技术。好，设计就是要讲究技术。你如果来帮我们开设计课程，我会请菲比安马上第一个报名参加上课。事实上，他也问过我，对，可以去上你设计的课。好，那你就来帮我们开个课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好啊，乖。OK， 大家都乖，这个有好消息了。对对对，好，我们可以去上一下设计课，哈，提升一下我们这个珠宝的这个专业。是，好嘞，下面来 ，OK， 哇，这个就是我一看就是你这么小的手，对，你看这是什么手啊？一折，这种手是不能发生家暴的，因为一折就断。好，这个围太小了，可是小手围真的很难找，我找了好久哦，也很难卖。这个围哈，这个围不到，可是很难可以卖给你，我懂。对对，这个围就不到十六，太小了。这个看起来还蛮可爱的哈。对，这个就可惜就在这个上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个商品啊，是它就是说，喜欢跟适合是两件事，对不对？你说哦，我很喜欢，可是戴不下去，没有，我戴得下去，所以它刚刚好啊。你太瘦，可是不是一般人。最近很多小女生手都很小哦。小女生买得起吗？妈妈啊，妈妈都很胖啊，没有，妈妈买给女儿。然后等他万一太胖的时候，再拿起来再传给自己女儿。对啊，你想得太美好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小手围真的很难找，我找这次找好久。是，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因为你比较瘦，所以你要找那个东西就比较难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东西以后要出手也很难。我相信，我跟你讲，电视机前面一定很多小手围的
小手为的朋友，心里在想，一定会心里在想，我要，对，我是瘦子，真的，因为真的小手为很难找，只有16啊。来 ，OK， 请估价，60万元，恭喜你啊！这一支如果说标准围的话，150万以上。哇，他选的东西这个颜色透度其实都是很漂亮，以这个价格的范围而言都算上乘。这个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小，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主人很奇怪，明明就是缺点，他一定要把它说成优点，说小手围的人对对很少，是没有，现在很多了，真的，这女生对就主比小手围，好，因为他就是比较大。13岁的话也戴得下，对。等到16岁可能要就先拔出来，让给另外一个。没关系啊，可以拔掉，可以再转卖给我也可以。对，没有错，16围的都可以到交流会来卖给他，他会出来收购，是吧？好，谢谢，谢谢这边，谢谢。